家早安，我是小林。星期六的早上，美好的早晨。OK， 所以现在呢，就是要线上来跟大家一起享用早餐，一边探咖啡，一边吃早餐哦。OK， 所以好像现在 MCO， 我们其实是最好的话是要避免出去嘛，是不是？然后可能有一些啊，很爱喝咖啡的人，可能要找咖啡呀，或者是找地方喝咖啡，不用担心哦。等下我会跟你分享要怎样找到健康又好喝的咖啡。OK， 所以今天哦，就是大家应该是还没有睡醒是吗 ？OK， 不用紧。OK， 我在这边呢，先跟大家分享。我最近就是，其实我是没有什么喝咖啡的人啦。Hello， 优胜。其实我是没有什么喝咖啡的人，只是因为我们的公司最近就是出了我们新产品，就是这个咖啡叫Beyond Cafe 的咖啡啊 ，OK， 而且它是健康的咖啡哦，所以呢就是所以我才会尝试 ，OK， 要不然的话，如果是你们认识我的话，其实我平时真的是没有什么喝咖啡，可是我们 Be 一出的咖啡我喜欢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等下再跟大家讲。Hello， 早安，早安 ，Wilson， 早安 ，Good George。OK，So， 事不宜迟，我们赶快来探这个咖啡啦。你们吃饱早餐了吗？还没有的话，我可以在镜头前面跟我一起吃。OK，So， 今天，我是要跟大家分享，昨天晚上有分享到吗？是不是 ？Yes， coffee time。Uncle George 是在 Canada 哦 ，Canada 现在不懂几点啊。然后昨天晚上我的 live 就有跟大家分享到说。我今天会10点来跟大家一起吃早餐喝咖啡吗？是不是 ？OK， 所以就来介绍，隆重的介绍我们的 Beyond Cafe， Beyond Cafe， 我们新出的咖啡哦。OK， so 如果是你只是喝普通咖啡的话，就可以直接就是倒一杯热水，然后呢再把我们的 Beyond Cafe 倒入杯里面。可以看到我们的包装其实真的是很精致啊，黑金黑金这样子哦，而且是闪闪亮亮哦，新年要到了啊。 OK， 所以再来我们直接倒进我们的杯子里面。那咖啡粉真的是很多，我们公司真的是不吝啬哦。OK， 所以这一个 Beyond Cafe 哦，它里面啊，它跟为什么跟外面的咖啡不一样？因为呢，它里面哦，它就是含有我们的这个Arabica， 还有 Arabica 还有 Robusta 的 coffee， 而且它里面哦有 Vitamin B complex， 还有橄榄膏呢，华语就是叫做高粱浆。这个呢，这个成分呢是很健康的。Vitamin B complex 的话呢，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把食物转换成能量。对呀，新年送礼最佳，而且是健康的咖啡哦。我们把咖啡送给人家之余，我们还把健康送给人家哦。OK，so Vitamin B complex 的 benefit 呢的好处其实是有很多啦。只要我们去 Google 的话，其实有一大堆的这个好处啊。其中呢就包括可以帮助我们促进视力啊，帮助我们促进消化啊，然后还有促进我们脑部的这个运作啊。OK， 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个高粱浆里面呢有这个 Anextra。Anextra 这个成分呢，就是 Anextra 成分呢，其实也是有助于帮助我们提高注意力、专注力，然后敏锐性啊，还有减少我们咖啡因的崩溃啊。有些人哦，就是很热的，可能做了一整天哦，我们叫他好像慢了10秒这样子，他才反应过来啊，这个咖啡你就要送给他了啦啊，让他反应更加快。OK， 然后再来呢，就是我们的咖啡啊，我们的咖啡呢，就是它是100%啊。原味的，而且还是天然的色素，还有天然色素还有成分，然后也不含反式脂肪啊，就是没有 trans fat， 所以哦不用担心我们的咖啡喝了会肥。OK， 而且哦你看它这个颜色啊，真的是很天然哦，嗅到没有？哇，嗅到那个咖啡味了。OK， 那个浓浓的咖啡香 ，Arabica 还有 Robusta 的咖啡香。OK， 然后呢，再来呢，我们的咖啡呢，就是有这个，它含有微甜的这个黄糖啊，它是比白糖更多矿物质的。就可能我们喝咖啡哦，喝外面的一些三合一的咖啡啊，会担心糖分很高，而我们的这个 Cafe Beyond Cafe 呢，就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们都是采用黄糖。OK， 然后再来呢，就是我们的咖啡呢，就是 Halal， 然后 GMP 认证，还有 HACCP 认证的，所以呢，可以安全服用，然后呢，也可以送给我们的同胞哦，一起喝。
OK， 说再来呀，你看我们的咖啡哦，那个包装真的是很精致啊，啊，而且哦很容易收，就这样子，这样子我们打开来哦，然后里面就有很多包咖啡哦。OK， 按地标呢 ，OK， 所以啊，再来就是它颜色也是很 high class 的感觉哦，有没有？就是它好像有金色啊、浅褐色这样子，就是很咖啡的颜色啊。OK， 然后再来呢就是啊，我们的咖啡呢就是有这个 finest blend with golden 啊 ratio of robusta and Brazil freeze dried Arabica coffee。OK， 所以那我们的这个。喝咖啡的朋友都知道 Arabica 在我们咖啡豆里面是算是最普遍的，是吗？所以我们是采用Arabica 跟 Robusta 这两个咖啡豆一起结合而成哦，所以才会有这么香的咖啡味。哇，嗅到整个人都精神了。OK， 喝了下去更加精神。OK， 啊，然后这里呢有教我们啊，就是怎么去冲，然后啊，如果是只是普通冲的话，你就只是先倒那个咖啡粉，然后再来倒热水 ，OK， 然后就再搅拌咯 ，OK， 所以再来呢就是啊，我们的咖啡就是这么健康啦 ，OK， 所以喜欢喝咖啡的人不妨可以试一下我们的 Cafe Beyond Cafe，OK，啊，现在。MCO 没有地方去喝咖啡吗？是不是啊？我们的咖啡这个又方便又好喝，再来是最重要是个很健康哦。OK， 然后这个来让我来品尝我们的咖啡。嗯，就很浓郁的这个咖啡味啊，再加上一些就是有拿地的味道，就有一点点那种花生，是来自 Robusta 的那个。咖啡豆的味道来的 ，OK， 然后我们很马来西亚式的早餐呢，就是我们会点饼干点咖啡，或者是饼干点 Milo 是吗 ？OK， 来，啊，我们是马来西亚人，我们都是要吃马来西亚早餐 ，OK， 然后这个呢啊，这个就可以点哦，点了我们咖啡，我们的饼干就会比较有味道，嗯。镜头前面的你们，如果是还没有吃早餐的话，我们一起吃哦。对呀，安迪·菲奥娜讲 ，It's healthy and tasty coffee. OK， 啊，再来呢就是，比如我们马来西亚人哦，很喜欢就是咸饼点 Milo 是吗？我们咸饼点咖啡也可以呀，给我们的饼干哦很有味道，我跟你讲。OK， 嗯，真的是好吃哎，它让那个饼干哦，很容易吸收那个咖啡的味道啊，就这样子。嗯 ，OK， 好 ，Hello， 罗宾，谁记肚子饿了啊？我们一起冲咖啡来喝，点饼干，OK， 然后呢 ，OK， 这个就是我们和马来西亚式的早餐呐、啊，还没吃早餐，没有关系，等下你来之前可以先吃啊。然后呢，在这边就是，嗯，因为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喝咖啡的人哦，可是呢，这个 Beyond Cafe 是我可以接受的 ，OK， 啊。我们 Beyond Cafe 就是这么的香郁，香浓郁 ，OK， 嗯，好，那我们今天的 live 呢就到这一边啦，谢谢大家哦，谢谢大家观看，然后呢，有兴趣想要尝试我们 Beyond Cafe 的朋友呢，可以 PM 我了解更多详情。哇，安迪比安娜也是在吃这个早餐哦，好啦 ，So 啊、也谢谢大家的观看，然后啊、也祝大家有个美好的。星期六 ，OK， 谢谢大家，拜拜。